你还想吃点什么菜？用不用我帮忙啊？不用你，不用你帮忙，你就坐在那儿，你吃这上面所有东西你都不要碰啊，你就干你的事情啊。女生宿舍在宿管阿姨的管理下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是谁？你难道我不知？是那彭文的孙英，是那彭文的白云，大海云呐、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你猜猜我是谁？咦，我猜出你是谁，你给我出来！给我出去！给我出去！